回答，注意单收到影响。第1192次于41公里280公里处，经第一节车厢车80%报电爆炸，车厢严重受损，列车失去动力，起火燃烧，任何多旅客受伤，请派员支援。注意单收到，我们马上派员协助处理。摄影站值班站长接获通知后，立即通报119消防抢救及医疗救护等单位，并通知摄影站派员支援。报告站长，1924车长通报，在 K41+280公里处，有旅客在第一节车厢放置爆裂物爆炸，造成车厢受损，失去动力，并有多名旅客受伤，目前请求救援。目前三家树林间双线不通。树林站站长接获通报后，依规定立即指派树林站救援员组、通报班、安全防护班、避难引导班、救护班以及消防班前往事故现场展开救援工作。值班站长向站长通报后，依照灾害事故抢救 SOP 及通报程序，继续通报综合救护所及同事、119消防医疗单位、警务及台北运务段等相关单位。值班室你好，我是树林站值班站长。目前14:43接获1924车长通报，在 K41+280公里处，第一节车厢遭放爆裂物产生爆炸，车厢受损，目前失去动力，有多名旅客受伤，请求支援。目前树林三家间双线不通。刚刚已于14:45通报公积电等单位。进行抢修并立即成立紧急应变小组。14:46收到，我是值班调度员黄和清，请树林三家站立即管制列车进入该区间，并疏散站内旅客，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树林站收到。14:48，为配合消防救灾以及供气线人员进行抢修，您申请树林三家供气线。14:55，请断电封锁，一力救灾。14:49，树林三家站行车命令第701号，调队员姓黄，为配合事故抢修及消防救灾需要，树林三家间东西正线准至14:55断电封锁，并赶就地通知。请问值班站长贵姓？毕姓胡。为配合事故抢修及消防救灾需要，树林三家间。东西正线准于14:55起断电封锁，并改就地控制。14:55为配合事故抢修需要，您申请树林三家西正线开行抢修列车。14:56，树林三家站行车命令702号，调度员姓黄，为配合事故抢修需要。树林三家间西正线准至15:00起至事故抢通止，现时刻行驶抢修列车9281次，请注意运转。树林收到，抢修列车9281次于树林站15:00开车。综合调度所接获灾害通报后，依程序向局长报告。报告局长，我是综合调度所行控司主任。今日14:42，第1192次。区间车于三家树林间 K41+280公里处，第一节车厢中歹徒放置爆裂物发生爆炸，造成车厢受损，列车失去动力，起火燃烧，有多名旅客受伤，请求支援。目前树林三家间双线不通，树林站已于14:45通报供气店等分驻所进行抢修，并立即成立区域紧急应变中心。本局随即成立紧急应变管制中心，报告完毕。队长官，当事故发生时，本局各单位接到通报后，所有应有的救援行动都是在同一时间立即出动。今天我们所有的演出是希望长官以及观摩同仁能清楚看到抢修过程及应变措施，特别以分段而且区隔画面的方式来呈现，希望能达到训练以及教育的目的。演习项目三，指挥所整理紧急。